好，那我们再等他一下。好，那下一组 About Angry 是好，那在旁边等吧。好，那为了让我们的顺相比较顺利，好，那个猫橘猫举手一下，举手一下，他那个 he's a author about Taiwan version for you he's a guy。一直很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很感谢大家辛苦的办了这个活动，然后就是昨天R2的会议有一个最近的伙伴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你们的产品可以更多使用者用，然后我想要在Lightning Talk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这是昨天那个香港跟分享跟台湾一些陌生人或者所带来的 intak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边都有持续在进步，所以陌生人或者带来的进化是我们可以从基于陌生人或者影响到进于变成 social intake， 然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影响整个社群。然后昨天在就是这个我们网页设计的设计师是 Mary， 他昨天要等一台公车的时候，跟 Mary 说我最近写了 social app， 想把它变成基于运动案，问他觉得呢，然后他说他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应该没有关系的，然后可是村长说有 open source 就可以，既然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要找关系。那我们先看看别的例子， Facebook 对抗伊波拉，他已经决定开一个伊波拉专案，就是要准备用社群网站的力量对抗伊波拉，这是一个最显著的社群网站带来的影响，带来对这世界的影响力。那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触及一般使用者，然后建立跟一般使用者 connection 跟创造新媒体。然后这是最近的新闻，
选举的前一天 ，PTT 要停战，台湾最大的 social network 网站，请大家持续关注，看那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是我们，这是我现在是在，我已经开始在做了。然后我希望用电影的角度去切另外一个 social network。如果这个社群能够做起来，我希望用这个 social network 的方式，再把其他去业专案慢慢导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那最后一个是，创造新媒体资源聚集力跟拯救电影产业的落后。那我们现在需要这些人。那 我现在是用 Pass， 用 Pass 直接做后端，然后就是用美队开发。然后玛丽最后就说：“你可以多看有没有帮你啊。”然后就是这样。其实讲了，我发现，其实已经讲了几个人。